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肾健通能有效养肾、补肾和固肾，里面的提取物主要功能有减缓肾炎症状，帮助排走尿毒，修复肾功能和提升睡眠质素。嚟第二节，照旧网友 fans YouTube、Facebook 订阅、追踪、赞好、留言支持 ，OK， 好。好啦，上一节我哋讲咗美国登月50年，嗯哼，喂，净系讲美国，不如都关心一下我哋嘅祖国啊。喂，其实我哋祖国有冇登过月啊？你讲个人啊，架车。兩樣都好啊，兔仔人好似未人到，即系人禮都到啊，系咪啊？其實我會睇翻而家雖然美國係登月首月啦，七次定八次啊，係啊，七次登月十一號到十七號啊嘛，係啊，阿波羅十一到十七號咁啊，即係七次啦咁樣叫嚇。咁但係50年前嘅嘢，佢哋喺度咁，但係中國反而雖然未有人行過落去，我就想問啦。点解唔登月？你讲美国中国啊？唔系嗱，呢个话题我哋应该其实科技依家，我觉得系好嗱喺我自己嚟讲咧，好矛盾。我真系觉得好矛盾。我自细当然希望啦，真系成功登月啦，系咪？我都想。岩石堂，我脚印，我一句说话，一小步啊，人类一大步。跟住最好就系上面有外星生物啦，系咯，变形金刚咁，原来有飞船，有武舰，跟住就讲翻就落嚟地球，呢50年咁上去，我系好想个故仔系咁。其实我真系好想。咁但系又睇翻有好多疑点，真系好夸张地唔合理嘅。咁嗱，佢淨係冇登月咁。嗱，首先就係話，你睇成個過程咧，由金乃迪總統，1961年，因為蘇聯啱啱開始，係啦，有人第一個太空人啦，係啦，飛咗上太空，係離開大氣層上咗太空，要競逐呢個，係啦，因為嗰陣時佢哋兩個大概係冷戰嚟㗎嘛，係啊，隨時打仗，隨時打仗㗎嘛，佢哋係啊嚇。咁但系一句说话，十年内要派人上去。咁而喺个过程里面，头嗰几年咧系失败得好紧要。系啊，失败咗多次。阿波罗又有人死咗三个太空人啦。系啊，有好多戆居嘅设计嗱，其实系唔成熟嘅。而家睇翻，但系佢咁又唔出奇嘅。不停错，不停错，不停错。系啊，去到阿波罗睇下先，7号开始先叫做系稳定少少，系啦。阿波罗7号，7号系上咗去，跟住落翻嚟，系啦，兜个圈落翻嚟，系啦。8、9、10嗰啲咧就開始先係做有登月艙，很多嚿嘢上去咁啊！但係係短短唔夠1年嘅時間，就已經係派到人落個著陸喎。其實著陸個月球咧係一件好高難度。當然啦，諗都諗。因為最近以色列、印度全部失敗曬，係佢哋即係射一架登月車，登月車，但全部都撞曬。嗯，咁啊諗下美國係從來都冇。一剔過喎，係啊！但係嗰陣時佢話岩石同個駕駛技術好高超喎，賴落啲技術，因為佢岩石同控制嘅，岩石同係勁，哇！佢好勁啊，又冷靜又唔會受情緒影響，係一個非常之高質素嘅太空人。我哋一定做唔到，我哋啲咁火爆嘅，唔使講嘢，唔使諗嘅嚇。咁但係，喂，個技術同埋一樣嘢係翻嚟嗰個技術先難，係當然。但嗰時阿馮布朗咧，其實佢有介紹過佢嗰個推進器係點樣嘅營運作啊，點樣嘅理論咧？哇！我覺得喺嗰個年代好犀利喎。但條片好流咯，你唔覺得嗰嚿嘢咁樣，我隻好似蜘蛛咁就啪啪翻係啊，會唔會成？好似咧，一扯佢上去咁樣，係咪啊？仲有二拍攝嗰度，即係雖然佢話係喺翻佢哋留低嗰個太空我個太空艙登陸艙有鏡頭咁樣喺 NASA 地面日空，喂50年前喎，即係你而家我真係覺得冇嘢，想講係假㗎，升上去我真係覺得假咯，我就覺得會覺得兩樣嘢唔係假曬，嗯，佢有去過，嗯，不過第一次真係假，或者佢哋去做嗰啲嘢並嗰啲片係假啊，我自己會覺得咁，我覺得真。喂，好多片系冇可能發生噶。系咩？首先咧，我都系用翻個攝影角度啦。我哋見到所有月球相咧，咁樣動個太空人後面咧個景好淺嘅啫，即係好似佢哋企咗喺個大嘅波上面咁樣啫。跟住黑掹掹，
即係好似背景咁。但月球其實個直徑係地球四分一。係啊，冇錯。其實係好大好大。係啊。即係等於你，如果你企喺個沙漠影相，其實後面係一路去一路去好遠嘅。係啊，冇錯，我明白。但所有佢哋嘅相都係好似曲曲地，跟住有個山丘仔，即係好似個月球好細個㗎。係啦，個月球好似係啊，丁屎棟咗個人仔喺度咁樣。嗯。廠景咯。系啦，你觉得佢系？因为如果真系外景，你应该系咪啊？即系譬如话蒙古草原咁啊，哇，系好远好远都见到嘢噶嘛。系啊，沙漠好远好远嘅沙漠。点解要咁做啊？点解要做因为佢哋一定要成话俾人听成功登陆噶嘛。系啦，因为当时亦都系喺冷战，苏联即刻收手，即刻收手系，即刻收手啊！美国上咗去啦，苏联都唔搞嘅即刻。嗯，因为好嘥钱啊。同埋有几样嘢嘅在個技術上，他們用當年那部哈蘇相機，其實哈蘇自己都說了是沒有特別設計，那部是膠菲林的相機，即普通相機，其實在我的輻射 的系數裡面其實根本拍不到相，是不可能，他們說只是好像包了一層鋁啊，些少東西，他說很少改造，但是在太空根本拍不到相，但你看到那個太空人就是攬著心口彈下彈下彈下，而他們彈下彈下我都覺得很假咯，是咩？六分一，因為其實應該浮嘅多少，但係真係好似自己喺度跳，我喺度跳，你喺度跳，係啦，係啦，同埋啲沙都見到，我又覺得依個真係真係差啲，我都失望嘅。不過我覺得咧係有去過，但係佢哋去同拍可能兩樣兩回事。嗯，明白。去或者可能真係或者詭異啲咯，我都想即係神秘啲咯，真係可能接觸一啲外星生物或者可能一啲殘骸，我啲唔影得俾我睇。即是说他们其实可能真的有去到，但是有机会，但未必是第一次，但未必是那一次，是啦，未必是那一次，可能之后，之后，是啦，即是第一次太匆忙了，嗯，可能岩石堂那些，那回来即刻兜两个圈，或者上去的人未必是岩石堂的，调回转岩石堂在片厂那里踩那步呢，是不是、美国人同埋美國自己，好大陰謀啦！美國自己啊，佢哋登月之後幾年就已經係有電影係咁樣取笑噶啦，係唔止一套噶。係咩？係啊！你有冇覺得改變咗你嘅思維？同埋嗰個，同埋係幫美國製作好多片，我啲導演都以前係拍過科幻片。哦，咁係啊，全部直頭嗰個係拍過好 出名科幻片添嘅。咁甚至我記得有一集 James Bond 都係取笑呢樣嘢嘅，打打下咧個片廠係有登月嘅艙啊，扮月球背景。你諗下美國人點樣咁叻出嚟假嘅假嘅假嘅，係要不停去提醒。片廠嘅片廠嘅片廠嘅，但係你咁講咧，嗱，如果係假嘅話，我諗蘇聯佢哋嗰陣時都睇得出係真定假嘅。我諗喺個政治上，或者啦，如果真係譬如有外星生物，可能蘇聯都知道，即係有啲嘢啊，大家唔方便講啦。但係冇理由唔篤爆佢嘅喎。唔係，我覺得篤爆都可能冇人信啦，佢又冇啲咩。因為如果篤爆了他咧，假如到蘇聯佢哋邊先至係真正嘅登月第一人咧，成個故事又或者蘇聯嗰啲都係假咧，同埋蘇聯可能都唔攞得出嚟啦。如果咁陰謀論真係有外星生物嘅話，可能佢哋都唔方便攞出嚟，或者同上面嘅人簽咗保密嗰啲。蘇聯第一隻太空狗都係一早死咗，都話上到去係即係其實一早死咗啦，喺個艙裏面都冇上到去再落翻嚟。都是假的，有很多咁嘅傳言嚇。好陰謀論，好陰謀論。我仲係未，同埋我都係覺得個技術未成熟嗰陣，完全未成熟。其實以依家嘅科技就好簡單啫，我覺得未都唔係嘅。我覺得都好簡單嘅，係咁。反而而家即係幾次成功都係中國。係啊，嗱，咁我哋講下中國啦，趁呢個時間。好啊。喂，佢究竟佢公佈出嚟？有幾多資料呢？我好像不覺得很多。什麼啊？即我想問一下，那時候他剛剛才第一人楊利偉，我最記得的了，當時第一個沒有登月，第一個上太空嘛，都快的了，即但 是那時候宣傳過了，之後即 有消息了，之後又沒有東西，沒有繼續了，
好似上有繼續有繼續之後再有佢哋個登月計劃都好清晰嘅。不過你突然間拋拋我，我就冇攞資料出嚟，我又唔想而家上網 check。但係佢哋係定咗，即係話嗱，嫦娥一二三四五六號啊，咁樣係定咗嘅。嗯嗯咁即係佢哋一路跟住個計劃行，一路跟住佢哋有個已經有個曾經就話過嫦，而家嫦娥四號係咪？係啊係，而家曾經話過咧，嫦娥三之後咧就取消嫦娥四。系啦，咁有啲傳說就話受到嚇上面啲外星人嘅阻撓，係啦，警示啊，傳說嚟嘅啫嚇，唔知啦，我唔係我設計嗰陣時又話咩嘛？我哋中國係第一個拍到月球背面嘅圖片係嘛？係啊，其實清晰就真係嘅，係係啊，四號拍嘅喺上海，同埋其實係已經有好多咁都知嫦娥系列咧已經係圍住月球拍咗好多，因為以前相機比較個像素低，係啊，依家好啲，而家我哋係超高清。不過他們公布的很少，是為什麼呢？是不公布得好，有些事情不讓你知道，不公布得還是其實沒有東西好看，會不會是你講十八集講的那些背面城市是真的有，所以不看得，是啊，所以我覺得背面有城市，所以呢就預了拿那些東西上去呢是給他們做禮物的。喂，咁係啦，嗱，你話背面即係手信咁解。其實去拜，好似去拜年咁咯。我拎啲糖果，即係送只兔仔車肉兔號上去俾佢，送盒糖果，送盒曲奇餅，咁解咯。喂，但係咧，我有樣嘢覺得真係又係假假地嘅咧。美國登月咁多次，攞咗好多 kg 嘅樣本，嘅土壤翻嚟啦，係啊，都300多 kg， 好多啊，好多啊，係啊。咁但是成分就話跟地球一模一樣，冇錯啊！因為我都講過啦，因為嗰陣時係有一嚿小嘅行星撞向地球，跟住撞甩咗向地，撞甩咗地球嘅一小部分之後就再融合啊嘛。都唔少噶啦，其實好大嘅，因為係其實有幾個説法嘅月球嗰個形成。係呢個有一個叫做捕獲説啦，即係話月球行過咁啱俾地球引咗，跟住咧箍住咗佢，咁啊做咗地球衛星。另一種就子母説啦，即係話地球喺46億年前仲係一劈岩漿形成緊之際，因為轉轉下咧揈甩咗嚿嘢，嗰嚿嘢又自己繼續轉，有啲就揈咗。另一個咧就係呢個撞擊説啦，就頭先你講嗰個，亦都係最多科學家認為應該最大機會嘅。咁就係話有一個約摸火星大細嘅物體，因為佢哋用電腦計過嘅。係啊，都係46億年前地球仲係一劈岩漿岩嘅時候，白白嘅時候，點樣撞到可以一忽嘢散曬，然之後周圍咧凝聚翻一個波。有月球咁樣，咁我個機率要計到出嚟咧，嗰個物質應該要同火星差唔多，咁啊啱啱側邊擦過，咁樣撞嗰個月球出嚟。聽你講完之後，好似科幻電影咁啊！你依家已經覺得科幻啊？佢哋嗌交嗌咗好耐，好多啦！呢一個頭先我講嗰個理論最多人嘅，最多人嘅有啲以色列啊嗰邊有啲科學家定以色列，我唔記得咗定係邊度啊？佢哋嗰個理論咧又唔同啲嘅。但係咧出咗個問題，反下個理論就係喺美國揾翻嚟嘅月球樣本，同地球完全一樣。係啊，如果係由一個類似火星物體，因為佢唔屬於太陽系，喺其他嘅咧，一定有啲唔同物質撞落去留喺月球，所以冇理由一樣。呢個係最呢個學説嘅最大致命傷。所以我覺得咧，全部都唔係。係咩咧？月球係人造出嚟嘅。又聽下你嘅禮貌論啦。陣有幾分？陣有幾分鐘？兩分鐘即刻講嗱。月球有很多古怪的地方，剛才我們都提過了，月球永吞面向着地球的，沒錯，這個機率是計不到那麼少，即是沒可能那麼小的，如果你大自然道，我當有個引力，有隨便扔粒珠仔，波子轉，沒可能令它永遠都是我的面，沒錯，這個完全不行，沒錯。二，我們眼看月球和太陽是一樣大的，那距離問題而已，是的，為什麼設定到這麼漂亮？又是很巧合的一件事，是啊，這個機會率還難過你中六合彩，真的真的，所以才會有日全食，沒錯，月全食，沒錯，如果不是就蓋了一夜遮曬，因為它的距離，我跟你說過，它的距離，它的大小，是能夠跟太陽我們成為，即是叫做保護著我們地球，簡單來說，嗯，是啊，很神奇的這個設定。三，因為登月
有很多月震方面有些地震儀在上面測。是啊，我都說有地震。月球是空心的。是啊，有地震嘛。月球是空心的。但他們所形容就是說裡面因為要熔岩不斷冷卻縮小嘛，記得我說過。嗯，是啊，並就說不是你們所想這樣的，因為它裡面有些熔岩，那呢因為時間的流逝慢慢就會冷卻，所以呢慢慢縮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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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縮越小，每年縮，不知道我說過說不知十年定縮一米定什麼嘛。咁就縮，咁你縮嘅即係地殼移動啦，咁咪震咯，咁解啫，你哋唔好胡思亂想啦、啊。我計過啲波場裏面係空噶。唔係，我覺得我要好好咁樣消化一下。唔係，嗰啲唔係我講噶，我唔係科學家。NASA 讲嘅咋，唔系我讲噶。OK， 好夸张！如果全部嘢都系假嘅话，如果月球系人造，即乜鬼都系假，即系全部都系假的。如果有机会咧，真系长列出嚟啦，月球有一件好恐怖嘅谜。吓、啊，因为好多嘢系冇可能咁多巧合砌到落去一个星体里。咁点搞啊？时间差唔多咯，再有机会。唔系啦，咁啦，我哋迟啲星球篇嘅时候再讲。诶、哎，好啊，好嘛，好啊。OK， 好，咁记住收睇我哋下一集嘅外星。超文明，拜拜。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